想说今天这个特殊的场合，我其实想要跟你道个歉。哇，这有这一段，刚没有彩排这一段哎，对，就是这么硬啊。常常宪哥在节目上面刁我说，你当时说要做炸弹，最坏的不是说要做炸弹，最坏的是你说我说到没有做到。等一下，所以你现在是副业是炸弹葱油饼吗？我今天做到了，好，我们在说你呢。哎，是哦，哎，是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想唱吗？当然想唱啊！我原本是想说等那个三位先下。哦，我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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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有要 solo 了，那我们就三位就好吧，离开人，离开人间。离开舞台，离开舞台，休息休息就好。好，谢谢他们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露西唔怕。唱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你就唱吧，你就唱吧。哎，我就唱吧。那音乐直接下，给大家一点惊喜，好吗？有，还有惊喜啊！哎，厉害了！哎，耳熟吗？儿子唱爸爸的歌，哎，来了，哇，有，哎，好酷 ！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, check. Hold on, hold on. 刚刚那个前奏不是真心换绝情，怎么突然换成我在这里嘻嘻哈哈？节目真的浮夸，冷冷气氛掉下巴，整流前我在我一旁哈哈开个玩笑。现在跟我老爸并肩作战，你好看，耶，笑得好看，节目组真的好赞 ，You know， 大家一起享受音乐真的棒，所以我现在副歌也来了，你会跟着唱，跟着唱。Two， 我重新哇，继续。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，真心我绝情，我绝情。夜间掌声，跑完年后马上就换鞭炮声了，时间过得太快，现在二二换幺二三，新年新希望，我希望年薪能够破百。哦，儿子儿子，哎，想要破百它不容易，哎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海豚七分地啊。讲清楚一点，不要造成你误会。音乐当副业啊，去卖卡拉轰天雷。记住传情差，不管相信你的爱情，听你阿玲，不管相信我的真心，最后我来记住传情。OK， 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，真心我绝情。抓紧，就这样吗？哎，这里还有一段，还有一段。哎，亲亲，最让我来记得抓紧。OK OK， 我相信你的爱情，呀你阿玲，不管相信我的真心，最让我来记得抓紧，感动天注定爱你。穿情，我抓紧。欢呼在哪里 ？Happy New Year！ 还没 Happy New Year， 还没。想说今天这个特殊的场合，我其实想要跟你道个歉。哇，这有这一段，刚没有彩排这一段哎，对，就是这么硬啊。常常宪哥在节目上面刁我说。你当时说要做炸弹，最坏的不是说要做炸弹，最坏的是你说我说到没有做到。等一下，所以你现在是副业是炸弹葱油饼吗？我今天做到了，好。